玩命关头真实上演，阿提斯落入狂飙。电影《玩命关头》台湾也有演，台中市保大警方拦查一辆超载六人的神 A， 对方突然心虚狂飙，所幸警方及时前后夹击，抓到违规还查获毒品。白色自小客车，请靠右停车。警方示意停车，白色阿提斯却压过双黄线，展开大逃亡，一路狂飙，还闯了一堆红灯，差点波及无辜的用路人。所幸支援警力及时到场，破窗抓人。嫌犯说超载怕被抓，但就算你有1000个拉 K 的理由，车内35包毒咖啡也喝太大，不冒训斥，年纪轻轻就碰毒，准备包尿布。我拉 K 是有理由的。喂，要头吗？欸，我要2件裤子。喂，妈，欸，我无啦，嘿，是，你今日替我讲算，我已经收到了。地方中心，欸，通报。